俩是熟练吗？熟练呢？咋的了？啥时候熟练的？啊？啥时候熟练的？大学的时候，大一那时候。你俩处多长时间呢？不，13个月。记挺清楚啊。那你的初恋吧，必须记清。你俩睡没？我操！干啥？咋的呀？啥你都问的啊？那有啥不能说的呀？没睡。问一下吧，这都咋的？老单纯了。谁单纯？你俩你单纯，他单纯。咱俩都单纯，他妈牵下手都老害羞了。我可不信。真事儿。谁能信呢？初恋嘛，大家牵手的时候，都不好意思说话。叫啥呀？你问问他咋的？我问你啊。不记得了，那能记得咋的了？一包了啊？一包啥？谁没有点遗憾啊？是吧？我不信你没有。我没有遗憾。你咋的？我也没处对象，有啥遗憾呢？谁说这事儿非得是处对象上面遗憾了？你就没有一点别的遗憾？想要的东西啥的？没有，我没有喜欢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不遗憾了。我也没有喜欢的人呢。你必须有，我就没有。你必须有，我没有。你必须得有一个，或者人家都有，你为啥没有啊？人家都有，我没有啊。必须得有一个，我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削你了，赶紧的，给断绿有没有？啊，你给我狠心想。我就那我前两天有双鞋想买没买，这算遗憾呢？你现在买？我拿钱现在买啊！我要是有钱，我当时不就买了吗？我给你掏，这钱我出了。我不用。你买了吧？为啥呀？哎呀，你说现在有喜欢的东西，你就要去争取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得去争取。那不要说是要等啊，有时间了，有实力了再去。现在你要是喜欢的，我们就要把它得到。吓我一跳。